祝咱兄弟大家平安。啊，咱的时间已经到吼，请咱用一较靠前的吼。咱后壁，咱人啊多，吼，卖都卖卖拍头巾哦，这有够热的。啊，咱以后遮济卖搁拍头巾，咱坐人啊遐吼。啊，请咱上座，咱备办心。
咱也要开始咱今下晡的敬拜。咱自动找阮遐所在坐吼，咱自动找阮遐一所在坐嘿。啊，那有拍到这，咱就家己自动刷一个，免苦手，免那点吼，因为气候太紧紧张是吧？我们真欢喜，今仔看到黄志斌老牛已经啊，出现在跟感谢处。请咱那个开始礼拜吼，请咱同心阿头来感谢。至诚的天父，我很感谢你，伫咧即过日年过暝中间，我伫过去的一礼拜久，我领受主你赏赐我的恩典。予阮平安到今仔日，因为伫过去的几日非常非常的炎热，几乎热到阮根本挡袂牢，加在主的恩典、你的圣手的扶持、保守看顾，予阮平安。阮若确信伫未来的日子，阮才会当受阮的主来向你姊妹主你听的内面，阮有话拢得到平安。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主你的恩典，阮看见过去的一个拜古。伊阮所徛起即个台湾的都市发生真大个灾害，有台中个家属个爆炸，也是真侪人。佮煞就是无几工前，伫阳明山即阳德大道也发生重大的车祸。亲爱的主，阮个上帝，阮恳求你佫一遍，用你个怜悯、你个疼来看台湾。阮就仰望对主你来个拯救，你佮你个佮帮助。若无阮，无会做啥物。因为往往小块疏忽就造成真大真大的伤害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愿你的圣手保守伫未来日子，予阮的出入，阮日常生活中，拢得到你的顾守，带领引带平安安，也保守予阮的身体更加健康、更加勇健。因为阮的兄弟姊妹，阮教会在主内行者，为阮的年纪渐渐大，阮难免较衰微、较软弱。阮只有全心仰望，助力修复予阮的平安甲健康，予阮有一个爽快的身体健康，予阮伫每一个主日无失落，在到伫主日的神保佑前，而且开声来俄罗斯来感谢你。阮为着未来八月初开始，八月份开始，阮公行动教会，阮有第二场的礼拜，就是华语的礼拜。为着这个事，阮放伫路中，阮也恳求。教会头耶稣基督，你来掌管，你来带领，和公营的教会伫遮正好就一派光点。已经有一场，也阁有将要来八月的第二场的华语，伫这所在遮来，那因带较侪人，较侪少年人来管助你，管助你帮助，和阮八月份开始的华语礼拜，真正愿主助你的性命，也得到你的带领引导，让处处平安顺利。感谢主，愿主的圣神锻炼祝福阮今日播的礼拜，也保守阮大家有了未来向你姊妹，愿主的圣神保守锻炼因的脚步，让因紧紧到落实到这个敬拜主的时刻。愿将阮以下时间交付主的手中，愿主的锻炼，愿用你面前来求好，愿主的听阮的祈祷。这个时，阮也要用主驾驶阮的主祷文上到来祈祷。愿今年的地，愿你的名声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行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食，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要赦免过犯的人，无得错阮去的事，要救阮脱离的歹路。因为国关联严根拢是错误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刷只，咱来看一张。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书四章五十到十五章。啊，本来这是咱来送弟兄伊要读，啊伊有代志啊，所以受教导啊，就我就来读吼。先咱三个来看，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，叫做叙加。这个城分我雅各和伊的子约瑟一块地，那雅各住伫遐。耶稣因为行路真险，就坐伫这边。彼时差不多是中昼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求水。耶稣对伊讲：“
听一出仔水给我啉。彼时，伊的温度已经入去城内买食物第九站。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因耶稣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哪会对我这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啉？”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。第十节，耶稣因讲：“你若了解上帝予人的恩赐，阁有对你讲，请一出仔水予我啉。”迄、那个人是甚物人？你早就会好，你早就会甲伊求，伊早就会将活水予你。有人讲：“先生，你无像水的气窟，井阁深，你要安怎得到活水？”十二节，阮的祖先哪讲留这个证予阮？伊家己、伊的子孙、甲伊的前生。拢啉这个井水，你减会比伊较老。耶稣因讲，啉这个井水的人拢会阁嘴大，不过啉我所予伊的水的，袂阁嘴大，因为我要予伊的水伫伊的内面，会成做水泉，一直浸出活水，予伊得着永远活命。有真人讲，先生。请给我这个水，我吃不过嘴巴，也不用再来吃上水。以上愿上帝赐福，听耶话，听耶话，搁去行的人。所以，今咱的诗班要来献诗，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歌，将诗班出来嘛。耶稣奇妙的大恩。咱自然也会听新歌，听阮的现实，学到上，我想你有同款。
啊，这首诗本酒吼，咱全部拢是第一遍，再去拄啊才开始练吼，啊，拄啊就随便随便吼，安尼吼啊，嘛咱会下得咱替这个诗班祈祷，吼，咱的诗班渐会搁啊中歌，搁唱啊水诗歌来俄罗咱的上帝，感谢主。所以，咱今日的牧师要予咱信心，变正道是饮了永未取代的水，叫咱的牧师来甲正道。